给工作人员的年终福利我都还没想好，到底要定什么？哇，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百草味茶几上的春晚系列礼盒？瞧瞧这颜色，跟我多搭，多般配，多喜庆啊！拆开看看，我看看啊，有纸皮核桃、蜂蜜琥珀核桃仁儿、多味花生，还有兰花豆。数数，一共有11种口味。我呀，就喜欢吃这个兰花豆。大家拆开看看，看，颗颗饱满，盐焗味特别的香。大家想知道百草味什么味吗？奶油味儿、盐焗味儿、蟹香炭烧，很多味儿，百种口味都是年味儿，总有一款是属于你自己的年味儿。今年过年不送礼，送礼就送百草味，你们可得好好珍惜哦。想听正宗的年味吆喝吗？搜索百草味，听陈佩斯老师如何吆喝。陈爷，您看我学废了吗？国民年礼百草味。抖音。